晚安，你好，班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政治到了，今天给谢阿炳来代班。台北股市今天表现还蛮让大家惊讶的，台北股市今天下跌了363点，下跌了 2.15%，跌破了17000点，今天指数说在16570点，很多的投资人都在问为什么。今天呢，这个台北的理化银行是乱七八糟，但是呢，行政长苏贞昌说了，他说我们防疫做得很好，我们的经济创下11年来的新高表现，为什么股市反而是大跌呢？当然这跟中国是息息相关的，中国限电让公布了刚刚好，但是我们要深入探讨的是中国限定令下去之后，对于台商、台湾在中国设厂的所有公司，包括科技业，到底影响冲击究竟有多大？但另一方面，我们来看看中国方面的经济是不是也非常的严峻呢？现在掀起了倒闭潮，第一波是房地产业，第二波是补教业，第三波是跨境电商，这么多人工作不保，台商走得了走不了，现在走会不会太晚，影响究竟有多大，以及中国缺电之后对于全世界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一下我们要来好好的分析一下哈。我们来看看呢，这个IDA 国际自由潜水发展协会举办活动，结果呢，在中国的影响之下呢，这个主办单位把台湾的国旗给拿掉了。没有想到，包括日本第一枪跳出来，包括俄罗斯其他国家陆陆续续跳出来说，如果你们要把台湾中华民国的国旗拿下来的话，我们的国旗也要一起被拿下来。我们要感受、分享、share 台湾的痛苦。这个状况让人家非常的感动。台湾现在国际间的朋友越来越多，而国民党呢，现在针对这一波波的事件呢，包括我们的外交部长被对岸羞辱，包括我们在自由潜水协会 国旗被要求拿下来，国民党到底有公维啊？无公维？朱立伦当然就要忙着卸票之旅哈，赌账搞给他给媒体找伊找几天。也抗议也办公室，老公没有回应，不，真的这么大的事情，针对吴钊燮被羞辱的事情，针对 IDA 把我们国旗拿下来的事情，你不弄话先啊？朱立伦终于有发声明稿了，说的能不能让你觉得服气？能不能就如同他所说的口口声声说的，捍卫台湾的价值，捍卫中华民国的价值呢？等一下我们来讨论一下哈。现在介绍与会来宾，首先介绍是这个立法委员林长佐。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们介绍是政治学教授范思明老师。慧明好，大家好。来介绍是国民党的桃园市议员黄进平。慧明大家平安。我们来介绍是资深媒体人黄创夏。慧明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敏凤。大家好。再介绍是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蔡宜瑜。慧明好，大家好。新闻开始，我们先来看哈，就是说很多人要瘫痪议事，今天国民党又瘫痪议事了。那瘫痪议事总要有一个总体目标，比如说你反对什么法案，好，比如说以前民进党他反对国民党的什么法案，很明确，我不要让这个法案过关，我投票人数又不够，所以我只好瘫痪议事。好，这目标明确，战略清楚，那么做，民众很明白，不行，就说比如说，以法案来说的话，假设是什么法案一直想不起来哈，比如说核四的事情，民进党坚持就是反对，所以来瘫痪。啊，你有一个人就知道说你要创啥会，今天国民党套账哦，盖干扣哦，今天早上6点多就集合了，7点开始步入会场哦，开始边得边议啊，创下面哦。但是他们的诉求到底是什么？来看一下，了解一下，我搞这么个跨文哈，要请大家来帮我指点迷津。来看 VCR。国民党立委郑政乾、李德维还有杨琼英等女将一鼓作气把备询台推倒在地，还把所有官员席全部霸占，通通戴上白色手套猛拍桌，噪音大到麦克风讲话也听不清楚。原定议程要进行总质询，但国民党临时提了195案，要求逐条讨论，按海战术杯葛，质询当然也无法顺利进行。不协商啊！不协商啊！不协商，这样可以协商的门还是永远都是开着。民进党喊出希望朝野协商，国民党不买单，双方瞧不拢，甚至做好战斗打算。我是今天指挥官了。陈玉珍挂上哨子，以国民党战斗指挥官自居，意识再度空转，也让人民的纳税钱放水流。
流。立院人事支出等必要开销，包含委员薪水等等，一天耗费大约1000万。蓝营四度杯葛，不让苏贞昌报告质询，空转四天，等于花了将近4000万。那我们会觉得比较可惜，一时空转，而且会议才刚刚开始而已，就开始在演这个戏嘛。那我们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民生法案，可能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通过。就是为了政治，那影响了国人的权益，这是很幼稚的行为。都会喊话派人上台质询，但蓝绿没共识，立院持续空转，耗的还是人民纳税钱。好，我们来看国民党在这个新主席的带领之下整军待发，今天展开的叫做焦土战，四度杯葛苏贞昌来备询，这个焦土战怎么做？昨天一点多已经架起了行军床，陈玉珍说床先架好，我们要兵来，这个要彻夜的守夜，要开始抢夺今天的排案权。今天早上6:20集结，7:00进入会场，一下子拿出了190几案要来这个表决嘛，这个增列的讨论事项，190几案，每一案表决3分钟，总共就要花多少时间呢？加起来大概500分钟。大概今天的程序，如果190几案都在表决的话，今天是没有办法进入实质审查的。今天就是一大早嘛，那国民党就全部把，不管是主席台，不管是质询台，或者是备询台，甚至那个行政所有的官员他们应该要坐的位置，全部被他们占领了嘛。那看起来国民党是，我觉得他今天是有一点更小登秀气啦，意气行事，因为礼拜二的时候。他们本来也是说他们要占领主席台嘛，那礼拜二的时候我们也是为了要苏贞昌院长可以完成他的施政报告，所以我们也是整个晚上就守在议场啊。那国民党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误会说议场的这个出路只有大门是7:00开，可是事实上不是啊，后门本来就会开了，后来他自己也去搞懂了，所以议事规则不公的抗议。怕门门怕亏也不是问题，艺术门的问题啦吼。这个焦土战真的为了门，我怕亏不开。为了这件代志更小登出去，我还没有讲完。他本来是说为什么从后门，后来他自己也搞懂了，前后门都会开，他自己搞懂，就他说什么为什么后门比前门提早10秒钟？所以我们民进党，我们从后门进去，我们就可以先把主席台把它保护住。所以他们在礼拜二，他们是彻底的失败嘛。所以去改赢的，好，那我们要跟学民进党一样，我们晚上就要去彻夜去守一场，然后就把所有的主席台都占住。可是他们不要忘了，礼拜二的时候，因为他们这样的一个杯葛，我们有把它挡下来，所以呢，苏贞昌还是完成了施政报告。所以施政报告一旦结束就开始进入总质询时间。那我要问大家的就是说，总质询这个是代表着在野党你对于执政党他的他这段时间的施政，他这段时间的表现，你有什么不欢喜，你有干嘛爱做不好，你干嘛也爱改进呢？你的总质询，你质询你提出来答个来答质询来答问，啊，你啊问了好的话，主人人民就会干嘛讲啊？确实民进党这爱改进啊，确实这质询要真好嘛。结果他是放弃质询，放弃质询就算了。今天最好玩的就是说。我若无，我就讲好好啊！你囡仔也要吵，你要乱啊！我让你哦，让恁去霸占，啊，让恁去霸占，无人下面推挤哦。他们就刚刚的画面，今晚是不是出个比赛？他们的画面打击乐了，对，在打击乐玩。就最好笑是，他自己又把那个咨询台把他推倒了。他把他推倒要干嘛？莫名其妙，而且把他推倒，这个破坏公务，你敢破坏，你好歹要还嘛。之前那一次国民党把整个议场弄得乱七八糟，这件事到现在国民党都还没有赔哦，一毛钱都还没有赔哦。那今天也是他自己在那边占领主席台，然后自己又破坏里面的一些所有的公务。我觉得立法院这一件事情要说清楚，该叫国民党赔就要叫国民党赔。好，今天他们做了哪些事啊？就是先拍照，好。占据备询台先拍照，然后呢，刚画面你有看到戴着手套一直拍桌子，是不爱哄恭维，所以要拍桌子，是不是？今天也没人恭维啊，没恭维。他拍桌的目的是什么？因在讲的嘛，他只要宣，他一讲没有写回民工吼，今天我赢，吼，恁大家拢讲拜你吼，那民进党有守住国民党，今天不讲哦，今天是换将呀，所以一拍是要好社会化工吼。我们是战斗蓝，我们战斗蓝打赢了战争，艺术光光完之类的，不要都可以啊。而且他没有直接拍桌怕手痛，还戴手套，还戴手套啊，就是表示战斗蓝的意思啦。增列了195案讨论事项，到你现在
为止都还没有开始表决吗？嗯，没有，今天根本没有，就程序任何程序都没有进行，所以他们先排起来备着就对了啦。哦，尤其坤立法院长尤其坤话讲到一半就推倒人家备询台了，对，你看多没礼貌。对啊，就推倒了，多没礼貌。哦，很牛叉叉叉拢是人。我感觉中国国民党哈，心中是肯定有中国，嗯，但心中有没有国民，我怎么知啊？我们国民很希望，哎，支持国民党的人，哎，支持张亚中的人，都嘛希望讲一国民党在台上电报苏贞昌。没有机会，他们自己破坏了这个机会是怎么回事？啊、其实今天给大家哦，不是干那立法院空转哦，因为大家知影今天一开始，这个尤锡坤院长一起先问讲哦，就是开始开会嘛，啊，伊都问讲，那现在官员都在后面，我们是不是可以让官员进来？因为现在国民党的委员他们霸占了这些官员的位置嘛，吼，这些阁员的位置，哎、啊，问讲，啊，你是不是当好因入来？伊讲袂使，啊，那是不是当好因登去上班嘛？袂使。那是不是印记来了？你们先官员这一天的薪水被你们浪费掉了，你们国民党要不要付？对啊，所以恭喜都没做代志嘛。所以恭喜，不只是委员的薪水，不只是立法院的空转，那阁员他也把他卡在那边，也不让他回去上班呢，所以才只好休息啊。因为你们在这边，你们也不离开，你们不让他走，啊，你们也不离开让他进来，那、啊、所以你到底是什么意思？第二个就是刚刚那个195案里面哈，因为他可能是礼拜二的时候被大家批评说啊，你们都这样子，这个只有武斗啦，哈，啊都诉诸暴力啦，所以他说，哎、欸，大家不要以为我们没有理念，所以他就提了195个案子，说今天如果进入这个程序的时候要来表决的案子，195个案子里面，不管你要讲什么农业的啦、教育的啦，哦，有的没有的。你就开始质询就好了，因为你是最大在野党，你每一个案子都可以在你质询的时候来表达、啊。你为什么要模糊焦点？你现在这几个案子有重要到要把桌子推倒，然后要这个要在现场用这样子吵闹的方法来表达吗？里面有个案子叫 PDF 啊，就是说这个档案要存成什么档案啊，嗯，就是说为什么是要存成 PDF 档来？有的没有，这个也拿来提案。你因为 PDF 档案，我觉得，然后所以你要把桌子打破。这有较重要，我相信咱所有的人民没干嘛讲哦，这个立法院或行政院的这个文书存成 PDF 的这个事情，我先不要讲要不要为了这件事情瘫痪意识，好、嗯，或是说用暗海，你光是在总质询问 PDF 档案，我都觉得有一点点怪怪，还想细行啊，或者说你就在委员会门买赛嘛，所以我要讲的是，你现在你不管你说你要文工，你这195个案子里面的问题也很多，而且他也没有严重到要你要诉诸暴力。然后第二个就是你今天去那边都请求他，大家都有看到这个镜头，你又自拍，然后你又在那边那个推倒桌子，然后事实上现场没有人跟你起冲突，你为了表现的就是说你有过激的动作来证明。给你那些极端的人看，说你有看我今天有很生气，有对谁生气？对桌子生气，对你这样子是很奇怪，是让其无聊。如果你今天真的觉得，例如说这个几点开门很重要，那十秒很重要，所以你要硬要在那边吵这件事情，你应该要去找。你应该要正式提案说，未来我们要求所有的这四个门，好，都要7:59:50正式开。你要提早十秒，大家一起提早，或是要延后十秒，你就提这种白痴的案。我那至少你是用一个正式的方法来表达嘛。你又没有提案，你用嘴供，然后你又要对桌子生气，然后但是某一些希望看到你们很极端、很战斗的人呢，他又觉得说，我刚才就挺的哦，我今天国民党有表现哦，我不知道有没有真的这样的人呐、啊。但是老实说，你要超越去年哈、哦、丢猪脑啦、猪内脏啦、拿铁钉啦、拿铁棍啦、啊，我觉得已经很难超越。所以你今天拍桌子，你今天跟桌子打架。这个已经不是表现你是战斗狼或是很生气的样子，我觉得这真的是已经有点 mental problem。好，来这个今天叫焦土战，哎，我们新闻也算跑很久了，我到现在搞不清楚他们今天记这个焦土战是为了什么，他们的诉求是什么，他们的正当性在哪里？苏贞昌呢，他受访的时候就说很期望能够让政府做事啦。今天瘫痪的不只是民意代表哈。瘫痪的还有包括我们很多在那边等着备询的这个委员、这个工作人员还有公务人员哈。苏贞昌说台湾防疫成功，经济成绩11年来新高， CNN 也专题报道，国际媒体一再肯定，我们很期望能够让政府做事情啦哈。国民党这样乱让政府空转，连在野的小党都不能行使质询的权利，相信不是人民所乐见。我想要请教静平，国民党真的喜欢这一套吗？国民党真的今天有开心吗？我相信也不会开心，因为目前为止没有达到目的啊。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这个之前他们有喊出来说要3+11，这个行政院为了3+11道歉，3+11造成了这个防疫破口，反正就是一连串跟3+11有关。然后那个报告就算是重做之后的补充了4-5页，他们还是认为说没有达到实质他们要希望看到的这个东西啦，所以他们要一个道歉。基本上是他们的诉求是这样，所以已经道歉了，他们不会认为那是道歉了，所以我会觉得说，那就问呢、啊，是要人家道歉呢、啊？这个场面哈，其实以前民进党在野、国民党执政的时候，也都我以前跑立法也都常看到、看过那种，都是用透过议事的这个杯葛的顺序去达到他们要的目的。只是现在朝野目前为止当下，民进党跟国民党是高强度的对峙，两边是完全没有互信基础跟共识的。以前有老王王金平会在那边想办法去协调桥，然后把柯建铭找来，老柯跟老王，然后一边这边让，然后王会加国民党团说要让一下怎么样，然后这个民进党团达到他们的一些战略战术的目的或者是手法就会这样。可是现在跟以前又不一样，一方面少了王金平那种角色，那一方面现在这个两边朝野的互信不足，所以国民党才会从去年到今年用很多这种高强度的手段，然后跟民进党做一个议事的这个杯葛。因为这两年今年跟去年的发展情况可能到最后就是冲突收场，就是民进党的人比较多，60几席的就进去把30几席的国民党把它一个一个抬走或排除，反正就是排除就对。所以最后几乎我能够预见的，我说预判或预见得到的，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而国民党团他采取这种方式就是为了对不只是支持的这个群众，他们支持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民众选民交代，认为如果没有这样做，他们会变成失职，会变成 是这样吗？是啊，所以民众开心了吗？站在政党政治的立场，他们一定有他们的想法跟诉求和希望，他们能够做。那你刚刚不是说不会开心，因为目的没达到？因为目的没达到，当然，所以没有人开心了起来啊。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包括民进党、国民党，大家看当然不会有开心，因为这种冲突场面谁会看的会很诡异、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蓝委在卖力奏打击乐的时候，冯世宽直接戴耳塞眯一下，不知道要做什么，也不让人家走，不让人回去办正事，干脆人家戴耳塞眯一下，这是漏网镜头。我们来看一下朱立伦最近火力全开嘛，又要 thank you 又要霸林长佐，长佐来到我们现场嘛，这个叫做亲临散场。我同样也搞不懂，就是说你们罢免一位民代也要有一个正当性，我到目前为止看不出来国民党罢免 thank you 哥、罢免林长佐正当性在哪里。敏凤你怎么观察这件事情？为什么国民党在立法院的焦土状我也看不懂，他们罢免这两个人正当性其实相当的有限。你的当然这样，人不做不好嘛，人不失职嘛，人不绕跑嘛，你说都要报那个罢免韩国瑜的时候，韩国瑜你要绕跑吗？我们高雄人是很不爽，我跟你说真的，你说 thank you 或林长佐就明代人家就选上，让人家好好做完，你下一期再来赢嘛。对，我觉得这个到底罢免的正当性在哪里？合理，就好像一个立委要选两次才算当选吗？这是很不合理嘛？我选第一次不算，那我也没有做错事。朱立伦，你有种，你全台湾的立委都罢免吗？你这个理由每一个立委都可以适用啊。你又给我罢免一次，好像我要经过两次选举，然后第一次没有，第一次成功不算成功，这是哪一门子的制度啦？那我觉得这个完全是出于个人的恩怨啊。比如说这个比如说讲国民党这件事情好了，我觉得我跑民党那么多年，这个民党抗争也是抗争很多，没有错，就像刚才静平讲也是抗争很多，但是民进党快要执政的时候，人家的抗争手法都是有收敛的。第一个，他会让人家知道他在抗争什么，然后第二个，他会弄一个下台阶，抗争一阵子之后，他会让议事恢复正常去质询，这个才是，因为大家对于这种抗争的事情印象不是很好，所以你要执政，你应该树立党的一个形象，就是要理性问政嘛。那你讲 PDF 党要等，我觉得是天大笑话，你没有执政吗？公文可以用，公文不用 PDF 档，难道 Word 档吗？那你要把它改改就可以啊，公文都是国民党写一写就可以吗？真的 PDF 档是笑话中的笑话嘛？所以你看表现到现在为止，就是没有办法回复这个国民党的形象。那你就像这两个罢免案好了，罢免案本来严宽恒也没有说要参加，没有要参加嘛，因为陈柏惟努力在做立委，他也试图跟严宽恒要做这个朋友嘛。可是后来在这个党主席选举的前两个礼拜，严宽恒突然发了脸书说他要参战了，然后他去做义工，你相信他做义工吗？
我告诉你，那个地区不会有什么像高雄市这样的说哦，很多的自主的选民，那基本上都是要靠动员的。那所以说，你参战的意思就是说我严家要这要回来这一席。可是你要想想看，你家族现在已经是台中市议会的副议长了，那你这个严宽恒，你落选，难道你就不算就回灰？然后你们家因为势力大，然后一时轻敌，那你就不算数吗？这个东西最就民生来讲是很不好听的啦。就是说你严宽恒，你明明就是输了，你就要认输。可是你现在全部动员要拿这一席回来，那我下次再看你局势不好的时候，我是不是也不是我真的很想报复式的这个罢免呢？朱立伦他自己说他是要站在台湾主流民意这一边的，好，但是他说他这个礼拜天要帮那个霸 3Q 哥站台，朱立伦讲的啦，违反民意，不顾民生，不让大家有足够的疫苗，又让大家吃来猪。不让大家领现金的立法委员当然应该罢免。哎，这是朱立伦讲的话，他做过行政院副院长，他做过两个这么大直辖市的市长，他讲这种话，我再念一遍，违反民意，不顾民生，不让大家有足够的疫苗，又让大家吃来猪，不让大家领现金的立法委员当然应该罢免。没有，这是他的借口嘛？一个立法委员可以做成这么多事情吗？你朱立伦大笑话吗？你在恭维吗？所以说你朱立伦，我觉得啦，罢免这个陈柏惟的东西，因为是严家要的，所以我觉得他在选举过程中可能有求于严家，所以就我觉得这个场、哦、这一场是派系之牵，对，这一场是避免不了，而且民进党有一些这个新潮流系的也下去帮忙了。我觉得陈柏惟这一件事情比较大条，他可能会变成一个政党对决。那你整个这个陈，因为你朱立伦已经下令要帮忙了，那你民进党的党主席要不要参加？要不要参加去帮这个陈柏惟？因为他的投票意志都跟民进党一样嘛，你不能说没有义气，你不能说美国像阿富汗一样这样子抛弃他。所以这个一定会变成政党对决。那另外一个，那10月23号要罢免投票。对，那政党对决的情况之下，你虽然有卢秀燕会在台中民调还好，可是蔡英文现在民调也不低啊。所以如果你在拼整个气势的时候，你国民党的气势也很低啊。现在民进党支持度也比你高啊。所以你到底会不会回到，就是说这个陈柏惟当选那一年一样，也是民进党的气势很好，他也是有一些优点跟缺点啊。缺点就是。严家的动员能力比较好，可是他的优势还是很在的。所以你这一局如果你没有成功的话，那你严宽还要怎样？你要吗？还是要怎样？所以严家背负着不能输的压力，对，就附近在拍画面。对，至于林昶佐这一席，我觉得根本就不需要，他只是在质疑这个市政，这就是质疑他选区里头的这个事情而已。然后对民进党来说，他们这次也要把所有的支持度封起来，对，这个背后没有什么这个什么派系的实力或是势力的，我觉得朱立伦根本就可以不用进行第二次的这种惨烈的这种斗争啊。我觉得这种罢免案就是一个斗争案嘛，那你朱立伦就好好的把你的新秘书长黄建廷顾好，不要被战斗人端去就好了嘛。欸，他为什么会找黄建廷来做秘书长？他本来要跑来民进党做监察院副院长的呢。没有，其实朱立伦用人习惯喜欢用中性的，你看他用侯友宜，侯友宜也是被党内骂的要死啊，就说他是那个什么的。那黄建廷只不过那次的失误，可是黄建廷在台东那个热气球的东西，其实他做的还算不错，所以找他。然后跟郭台铭的关系又可以连接起来，这样子其实对朱立伦哦，找他一竿子勾的对啊，就可以接上郭台铭的线，是精算师，但是你要把他顾好，你不要用战斗来给他端去了啦。哎，其实你想到被红罢免，你是做这边对不住俺台湾民主的代志，我劝告一下哈。其实，在去年大家应该都还记得，我们讲到朱立伦的时候，等下要够五郎也叫一正常轮然后。就是如果国民党他太过激，然后用一些很奇怪的手段，或是反美啦，或是这一些路线上面很极端的时候，这个朱立伦看起来是比较这个中庸一点，那也比较理性一点。那所以去年我刚才讲说，去年在立法院里面哈，他这个国民党用这个铁钉、铁棍、猪脑、猪内脏等等，那社会当然会希望说，那郑长伦上台以后是不是哦路线会有一些不一样？结果我们看这几个礼拜，看起来他胜赢了以后，他不止没有不一样，他还说这个是对的嘛。那这个另外一个就是去年其实罢免的事情，这当然不是只有今年的3Q跟我啊。去年其实从这个王浩宇，然后高敏麟，然后陈志忠，然后黄捷，他们这一个到处搞罢免，这个各县市搞罢免，这个已经是一年多以来的事情了。那
当然也会觉得郑常伦他选上了以后是不是可以好、哦，这就有正常的样子。结果不是、嗯，他现在反而也说就是要这样。那老实说，那你干嘛出来选？你干嘛出来选？你就说我们就是、哦、我就是支持巩固江启臣的这个路线，一年多来中就好了。对，就是我就是支持这个原本的路线，所以支持原本的主席。你古尼要哪部，咱就按哪部，要不你就赶快呢？你这么起来了，古尼用诶，除非你是说今天这几天泼水哦，这个打桌子还不够用力，猪肠猪内脏再给我拿出来，要跟去年一样。嗯、要不你讲起来，其实你拢支持本来江启臣，你做主席的时阵的遐部的代志嘛。另外一来对的代志，四个讲罢免的代志，你拢完全支持啊，你也无同款嘛。第二就是讲，这个我觉得哈、哦，这个在立法院还是在民主社会里面，大家有不一样的意见，这难免的，这是一个多元社会，然后大家互相来辩论，嗯、一定是安呢。但是不应该这样子扭黑抹去，然后搞到处这样罢免的这一种做法。嗯，尤其现在是防疫的时阵，我觉得现在全民都在团结防疫，然后希望可以慢慢振兴经济复苏。我家弟弟在地，中正网甲。里长大部分是国民党的、嗯、我们在整个这个疫情最严峻的时候，有重要的病患要马上要送的时候，我们敢有分工到一个党来，有多少国民党的里长卡来，我们随便跟斗三工啊、嗯、但是最近他们开始把 党中央一些干部、哦、也是说国民党的里面这些领衔人说、哦、欸长左拍谁，我也是要去帮他找一些罢免的书，因为不好签，所以我们还是要去弄名单、嗯、还是要干嘛去帮他签、欸、我听到我是很觉得是就干扣，我想讲我们的这个社会为什么被撕裂？我们在防疫期间，大家团结努力做这么多的事情，我们电话从来不会因为任何一个政党打来、嗯，一定在地为了防疫，为了所有的工作，嗯、包括在台北也是国民党委员很多啊，那个隔壁还委员往外公想，我们一起处理了多少事，是对不对？我无党籍，另外隔壁的那个国民党的，咱做会做就这代志啊，结果都掉，这个都刷出来的时候，你都爱大家撕裂。做这些事情就叫做劳师动众，你让他好好做四天，四天做不好，让他下来。啊，他现在为了要预防被罢免，罢掉也没民主，他现在他要花多少时间去避免他被罢免？他少做了多少公事，对不对？劳师动众到底要为什么？真的要替3Q 来跟来讲一个公道话，我们若想啦，如果这次罢免没有延到10月23，是全民在拼防疫。结果我们现在把防疫我们做得很好，这几天都已经清零啊，这个清零的这个红利呢，国民党要把它拿来罢免 3Q、嗯、然后创造了很多不存在的事实，一个立法委员怎么挡疫苗，要怎么挡疫苗，没白说啊，那是他们一个地方这样说的算朱立伦也这样说，对，朱立伦这样说，没白说，他说挡国际疫苗，国际疫苗他如果他们当时说八月底要买3000剂的国际疫苗，拍谁存中国疫苗，所以你中国你国民党就是4000万剂、哦、4000万剂就是要护航中国疫苗，不是，我很惊讶，就是说地方这样说的算，以朱立伦的高度一个党主席竟然也跳出来讲好、哦，叫出来讲说一个立委在挡什么国际？但是伊啥物拢讲来，就是无讲点啥。国台办辱骂台湾官员，嗯嗯、朱立伦装作没看到，装作没看到，没有回应。我们来看 VCR。中共现在将我非常安全，立即回转脱离。共机扰台频率今年9月创下新高，10月1日正是中国11国庆，共机一走就送上连9批次绕台大礼，压霸行径还不止重要。9月30日，中国国台办发签字文，怒批我国外交部长吴钊燮是顽固台独分子，各种场合散布台独言论，转个弯再骂台独是绝路，在中华民族复兴和祖国统一大事，各种台独言论，几声凄厉，几声抽泣，多达1300字的正式新闻稿，用词极为强烈，更显示中国对台关系相当蛮横。对于台湾这些积极的外交的布局以及国际上的支持。但在中国的角度来讲，他当然是急了。这是老共他在十一国庆前的一个对内的一个政治宣传的一个手法。朱立伦回复的一个内容里面提到说，台海目前的危险情势是来自于民进党的反中，国共之间的合作的一个态势其实非常的明显。面对中国亚霸式谩骂，陆委会表示用极其下限的语言污蔑谩骂我国外交部长，是国际社会前所未见的言辞暴力，凸显对岸涉台单位失格。国际社会呢，对于台湾呢在追求这个自由民主跟开放，我想都可以高度这样的一个肯定。
中国大陆呢，如果想要试图在各种的领域无理的打压呢，我想绝对会遭到很多的反弹。中国罕见发千篇文，斥责自由民主不仅和国际严重脱钩，更在紧缩两岸间势党距离。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国台办用苍蝇、蚂蚱狂骂吴钊燮，陆委会的回应是什么？及其下线的言语污蔑，凸显失格。国台办主要就是要呛台独啦。他说各种台独势力犹如秋后的蚂蚱，这猛料可能是蝗虫啊哈。各种台独言论不过是苍蝇在嗡嗡叫。陆委会呢，及其下线，凸显对岸涉台单位的失格，升高两岸对立，让台湾人民更加反感。好，这是我们陆委会的回应。先来看汪浩，是一个学者哈。他说他把这个他把这整件文本挖出来，他说我们会想说干嘛这样说人家苍蝇嗡嗡叫啊，好，这个蛮正式的官方的单位怎么能这样做，而且这个对岸这次也是很特别拉高变成新闻稿，很正式的一个方法来痛骂吴钊燮哦。国台办骂吴钊燮1300字，引用毛泽东的词，这词是老毛1963年写的，骂的是当时的美苏两霸，现在国台办借来骂吴钊燮，也算抬举他了。对啊，这个看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下一篇，这篇是番外篇，看一下哈，谁怕谁？美国人可以不用吃中国货。王岐山讲话了，王岐山说中国人吃那个是在吃草就可以活一年了。王岐山那句话是在2018年，对对对，这边写2018年哈，9月22号。中国人吃草就可以活一年了。因为川普开始打贸易战，然后在开会的过程中，后来彭博社有报道，就是彭博社得到一些消息是说，王岐山在里面跟美国人讲说，我们可以不要吃药，我们可以不要健保，我们中国人可以吃一年的草。双地会，中国人民，广大中国人民啊，你们的王岐山讲的话。那个是2018年的时候，王岐山真的美国人在那个贸易战的时候讲的话。这番外篇啊，好，我们陆委会有回应哦，地价追朱立伦追一天呢，这次国台办入目了我们的官员。国民党主席当选朱立伦办公室在媒体询问下，连回应都不敢，实在是让人失望。哎，范老师，朱主席，国台办辱骂我们官员，我们追了他一天，没有回应。他还在陶醉的习近平给他的贺电的欢愉当中啊，大家没有空去管国台办。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台湾的反对党，用这样的一种粗俗的什么苍蝇、蚂蚱这样的一个说法来批评我们的外交部长。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团结一致来批评中国，国民党应该要一起加入批判的行列。可惜的是，朱一伦竟然闪边不见了。我觉得这就表示说，他的看法，他的观点是否是跟中国是一模一样的？就像说，这个习近平给他的贺电想说要共谋国家统一，朱一伦事先是知道的，他是不是也是赞同这样的观点呢？所以我想，这个看得出来是国民党他现在似乎是把民进党当成他的敌人，把中国当成是他的朋友，当成他的家人跟亲人来看待。那我刚刚讲一下，就是说我今天早上刚好在那个健身房的运动，然后上面那个电视我刚好就转到了，其实是不经意的转到国会频道，我就看一群国民党人在那边霸占主席台，然后下面都在玩手机，然后上面坐在那个官员席上面也是在那边自拍玩手机，然后就几个人这边讲两句话，然后就下来换别人在讲，冷冷清清在那边霸占，我看了真的很难过。然后旁边的那个发言台被弄倒，那都是民脂民膏。我们看到这群国民党的立委是用我们台湾的民众纳的血汗钱在那边消耗，在那边破坏，然后在那边浪费大家的时间，我看的是觉得非常痛心。那我们看到就是说，其实台湾从1992年国会全面改选，我们过去是万年国会，1992年国会全面改选有经历了七次选举，总共在这29年当中，国民党一直都是多数党。就国民党从过去是立法院的多数党，一直减少，然后到了2016年整个被翻转，然后到2020年还是被人少数党。所以我看到这些国民党的立委在那边做这种表演，我看了觉得很难过。就说你为什么不你应该要争气一点，让你的席次多一点，这才是正道，而不是在那边。在那边无病呻吟的在那边抗争，然后我然后看到就是说然后完全放弃你的质询权。我现在真的觉得就是说国民党的立委是不是已经弱到连质询的能力都没有？弱到遇到苏贞昌可能都问不倒苏贞昌，然后只能在那边拍你看他们拿戴着手套那边拍桌子，这是一个
感觉是一个非常弱，而且非常没有战斗能力。所以他们说要怎么战斗蓝？你战斗蓝就是好好的把苏贞昌问垮，就是战斗蓝。这是大家期待的。对，然后我看到更好笑的是什么？我觉得是那个费鸿泰。费鸿泰是2004年就当上立委了，到现在已经干了5届立委，16年的立委。赖世宝是跟他同一年。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今天看这些立委的表现，你们不觉得惭愧吗？就你们过去在立法院是多数，你们过去在立法院掷地有声，你们到今天为止只能够在那边拍桌子，然后在那边霸占主席台，然后抗议后门有看，告诉他抗议后门10秒钟。我真的觉得是四个字，不知长进。然后让陈玉珍一个这个新的立委当过指挥官，把你们大家指挥的团团转。你们这，我觉得赖世宝跟费鸿泰。你情何以堪啊，你作为一个资深立委，你到今天为止被陈玉珍这些人耍，还在开记者会为那10秒钟，惭不惭愧，汗不汗颜。所以我真的觉得国民党这些立委的表现真的是让我看的真的是大摇其头。好，广告之后我们更多的讨论，马上回来。好，欢迎您回到节目现场。好，我们来看看这个中国罕见的用千字文来辱骂我们的外交部长，说什么苍蝇嗡嗡叫啦，说是马杂。这件事情应该怎么来看哈？这个我们来看一位熟悉两岸事务的人说，这是北京方面很罕见用极为强烈的措辞，而且是蛮大的篇幅，1300字，正式的新闻稿模式辱骂我国的政府官员。过去对岸都是由发言人回应提问的时候，用比较强烈的措辞跟语气。用共的啦哈，无咧白纸黑字诶，但这个正式用新闻稿来呈现是第一次，应该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那这个周玉蔻要提问哈，这般侮辱外长，国民党居然不吭声。那创下你应该记得，当初这个马英九总统刚卸任的时候到马来西亚，其实也有遭到中国的阻挠，也遭到欺负。当时民进党政府并没有袖手旁观呢。首先，我总统哎，首先先从吴宗宪，当然被人家这样子讲到是麻蚱啊，是苍蝇，他心里一定不高兴。但是呢，从国际的格局来讲，其实吴宗宪你委屈了，但是也不用那么生气，因为最近中共用这种规格，用这么低俗的字眼，那个是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他当时叫蓬佩奥，当时中国直接用的叫做肥猪蓬，非常的低级，非常的低劣。可是当时蓬佩奥为什么会这样被攻击呢？原来蓬佩奥是因为声援香港的那些人，然后声援之后，结果没想到蓬佩奥的声援中共受不了，骂他叫做肥猪蓬。就之后各国开始更关注香港，更支持香港，因为他把这样一个事情，所以台湾的处境会因为你吴钊燮这样子，中国这么的低劣。我相信很多国家会更关切，才了解说哦，原来中国是这样一个水准。其实我们面对于任何一个事情，对外的时候，我们的态度要一致。马英九呢，在后来卸任之后去大马那边，大马那边原来的时候，结果没想到中国呢就把他的那个前中华民国总统给拿掉了，论文的上面也改掉了，所以马英九还自己做个牌子写前中华民国总统受尽羞辱，那是11月17号的事情。但是受尽羞辱的时候，你对外蔡英文总统的总统府。黄崇彦发言人正式出来讲说，极不礼貌，也不恰当，要求主办单位要求要这样道歉。陆委会的邱垂正也出来讲说，这个东西是非常不适当的。所以其实至少你要表示一个态度。这个时候，你作为一个在野党的最大领袖，虽然你还没上任，但是大家都知道你现在是一个当选者，你一个当胜选者。其实朱立伦这个时候应该出来。表达一些比较规格高的状况，可是就回来了。那现在我们就回到前面的国会，朱立伦根本现在就是一个边缘人，所以他这个边缘人里面就把他的压力转移到我们社会上的公器，那当然这个最后他会自己付出代价。其实这个中国这次国台办这样用这种猛烈口气骂，昨天看了新闻都吓一跳，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好像疯人院跑出来一样。其实这件事情呢、啊。这件事情算是很大条的事情，可是我们比较少报道。它因为它是在联合国召开的期间，由台美日三方共同主持一个所谓的这个全球性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架构的会议。那这个东西呢，就是除了台湾的吴钊燮，还有的是美国驻联合国的副大使，然后还有日本的代表，这算一个层级都算是蛮高的层级。然后他们主要是在这个礼拜三举行的，但是礼拜四呢，美国在台协会又补一个新闻稿，
说我们的美这个联合国副大使也有去参加，也有去致辞。那整个这个会议叫 GCTF 的视讯工作会上面，它整个就是整个炸开来了，所以中共才会像疯子一样跳起来。因为这个是一个是什么意义呢？就是这个会议主要就是要让台湾参加国际组织，然后可以在这个所谓的国际会议上面有一个一席之地。然后这个重要的会，这个视讯会议是在目前76届联合国会议里面还在召开的期间，所以你看国台办那个疯子就是一直骂说，你们怎么可以随便又去参加 TPP 啊，然后你们会参加什么联合国，参加就骂我们一堆参加国际组织的东西。我们伟大的朱主席到现在都不吭一声，你有什么看法还他？没有，不是啊，我觉得就像那个林习耀讲的，针对这件事情，难道他觉得台湾不应该参加国际组织吗？他应该参加组织，但是我觉得他没有空搞清楚郭台铭在骂什么，他搞不清楚当什么党主席。对，所以他外交部长洪州，他刚才一身为国民党党主席，没有放告诉你下礼拜二。下礼拜他在做主席。朱立伦最近在迎合中国，然后他讲什么要求同尊异。那我看到他跟中国的同，就是哦，当这个国台办在痛骂我们的吴钊燮我们的部长的时候，朱立伦不恭维。所以我只认为说，朱立伦现在哈，他还在享受哈。你看当时江启臣当国民党主席的时候，习近平没有贺电，现在我有贺电了，所以他就不一样了。那这个前提都建立在说，朱立伦就是希望得到习近平对他的好感，然后中国对他的好话说尽。但是这样就代表未来国民党就会变成一个正常的国民党吗？我只觉得中国国民党只会跟着中国一起在全世界这个民主潮流一起沦陷了。国台办今天这个四个字叫气急败坏。我觉得这是给吴钊燮的勋章，吴钊燮应该觉得很高兴啊，我跟蓬佩奥同等级了啊，这表示什么？表示吴钊燮做得太成功了嘛，对不对？我们跟那个 CPTPP 啊，日本那边支持我们，我们可能会参加，本来搞到比中国还早参加，如果我们比中国还早参加，到时候中国要入会，他经过我们同意了，台美之间的关系大幅的提升，台日关系、欧盟跟台湾的关系全面的提升。台湾现在是国际上大家这么受欢迎啊，包含包含这个那个波罗的海啊、三角国啊，他们这些国家啊，捷克好的这个这些国家，中东欧国家啊，都要跟我们台湾建立关系，所以我们现在是顺风顺水啊，所以国台办这个时候才要出这些话嘛，才要骂那个什么啊苍蝇嘛、蚱蜢嘛。但是我必须要讲，刚刚汪浩有讲，这个就讲这个话是1963年毛泽东讲的，他针对的是美国跟苏联。我觉得国台办有点高级黑，为什么？那个时候是毛泽东最不顺利的时候。一方面他当时跟苏联翻脸，一方面他跟美国为敌，所以美苏夹在中间，然后再来呢，国内内政呢，1958年的大跃进造成3000多人死亡啊，人民公社全部失败，所以后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毛泽东刚好退居二线，把权力交给刘少奇，所以那段时间是毛泽东最不如意的时候。你今天拿1963年毛泽东的讲话，你是把当时毛泽东比作谁？比如习近平吗？习近平也是台湾比作是美国和俄罗斯苏联。你把台湾提高成苏联跟美国的角色，跟美国跟日本一起来对抗中国。经过两位这么一剖析，这位发新闻稿的人恐怕要回去有拍通知。问题很大，小心回去国台办发言人要小心。你把习近平比照成当时最衰的毛泽东，对，而且那时候毛泽东权力不稳，你现在那个发言人要被双规了。对啊，难道你最近中国在大停电，难怪你，然后今天是中国十一国庆，竟然没有办任何的重大的庆祝活动，这是一个衰败的一个象征。所以我觉得这国台办今天是在唱衰习近平，唱衰中国的未来，所以这个国台办的这个发言人真的脑袋有问题。对，我觉得哈，虽然朱立伦针对那个 A 这个 IDA 哈，就是这个自由潜水的这个活动有为台湾的选手发声，但是就如同刚刚几位来宾讲的，其实这个我们的外交部长在国际上面，人家不会把他分成说你是哪个党的外交部长，你就是代表台湾的外交部长嘛。他其实在政治领域上面来讲，在国际社会上来讲，看到他被欺负就是台湾被欺负啊，
就跟这个自由潜水的选手一样啊，他就是政治领域在外面代表台湾嘛，所以我们在外交国防委员会开会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在外交在国防应该是不分党派的。所以你今天朱立伦为了自由潜水的这个选手，好不容易虽然慢了几拍讲话，我觉得这是好事。嗯，但是你回到政治领域上面被打得更惨的吴钊燮，在国际上面绝对是代表台湾，没有分党派，没有哪一个国家讲到吴钊燮会先讲他是哪个党籍的外交部长，不会讲这个。嗯，所以你这个时候更应该要挺啊，更何况之前这个中国在这个进台湾的联务跟这个世家的时候，国际社会也不会去讲说这个是哪一个党派的农民种的联务或世家嘛。那结果这个时候你是跟着中国来打台湾，那个时候是在骂台湾，骂说是台湾引起的这样子的不必要的这个争论、争议。所以我觉得朱立伦现在在这个 IDA 这个潜水的这个比赛里面去表态，你应该如果这个是一个正常轮，就是说这个状态是个正常轮，你应该把这个状况比照到其他被台湾人被打压的时候，你把这个状况比照过去，你就会发现你平常不太正常，你可能这个慢半拍讲的话，这个时候可能是你比较像你正常的时候，所以我再怎么样还是要回来，希望说这个当代表台湾的这个外交部长在外面受到欺负，当代表台湾的这些农民在国际社会在被中国欺负的时候，你们不要跟着别人来打台湾。那更何况在 IDA 里面，日本跟其他的这些国家，他们是说他们要一起分担台湾受到中国打压的痛苦。那外国人都会知道要一起分担台湾人的痛苦的时候，结果在台湾的政党他是跟着别人一起打台湾，他是增加台湾的痛苦，我觉得这台湾人不会接受。广告之后我们要一个考题给静平，如果他是国民党党主席，针对吴钊燮这样被对岸辱骂，他应该如何来回应？广告之后更多讨论，马上回来。